从2004年第一届刹那障碍至今 ，CG 已经走过了20年。最早的 CG 知名度并不是很高，无论是参展商质量还是观众人数都没法和现在相比。厂商就请来了收购参加，吸引来了不少媒体和玩家的关注。后来，刹那障碍的热度已经足够高，吸引到了一群真正热爱游戏、喜欢数码的玩家参展。现在的美女也是除了展台上漂亮的收购，还有玩家自己出的 coser。河马虽然是个老实人，也忍不住拍了整整一天美女。CG 全称是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，所以除了美女，还有数码加娱乐的看点。不少玩家也是奔着现场的娱乐体验来的。河马就看到很多玩家在现场开黑娱乐，各家展台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开放式网吧，你可以在围观的人群中露一手。河马也是来到 AMD 的展台，这边有个 VR 过山车模拟器。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，并且还有6周座椅，就像游乐场里面真实的过山车一样刺激。周围也排满了等待体验的现场观众。河马看到一个哥们正在玩地平线舞，虽然他只是用键鼠在玩，但是可以看出来是个高手，过弯漂移非常的流畅，在 4K 高画质的画面里，帧数还能稳定在100帧以上。这么强悍的主机，我还专门注意了一下配置，不愧是 AMD X 雷蛇游戏电竞全家桶，处理器是 AMD 锐龙7 7800X3D， 显卡是迅景 AMD Radeon RX 7900 GRE 公版，也就是 RX 7900的中国金兔版，也是刹那障碍现场发布的新卡。硬盘也很特殊，是希捷刚发布的酷玩540固态硬盘 PCIe 5.0 的旗舰款，2TB 版本最高顺序度聚速达到10000兆比每秒，比上一代速度提升近50%，总写入字节量更是可以达到2000TB。配合希捷的5年质保和3年1次的原厂数据恢复服务，存储数据更加的安心，在 CG 随便逛都能有奇遇。刚走过来一个顶天立地的高达 coser 还没看够，又遇到两只迷你可爱的小高达 coser， 可爱到想让人抱走。河马还看到机器人大战的展台，之前经常在网上看国外的机器人大战比赛，这还是第一次线下看。这些机器人虽然都是钢铁之躯，但是依然被打得伤痕累累，还有的机器人被打得掉装备。面对如此好玩的机器人大战，哪个男孩子能顶得住不围观呢？正好逛到酷冷至尊的展台，河马看到一群非常可爱的 coser， 吸引了不少玩家的目光。河马非常的敬佩这群 coser， 顶着30多度高温，在场馆里面，河马穿的短袖短裤都热得不行。他们穿着厚重的 cos 服，拿着各式各样的道具，还能在镜头面前保持微笑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cos 吧。酷冷至尊作为硬件大厂，产品线也是非常的丰富。除了常规的散热器、机箱等产品，这次 CG 现场也带来了一款沉浸式的电竞舱，玩家在观摩选手比赛的过程中，也能自己上手体验一下。正好酷冷至尊是希捷的合作伙伴，所以它的展区也有一整面墙的希捷产品展出，有漫威授权的蜘蛛侠定制系列移动硬盘，蜘蛛侠图案摸上去是层次分明，还有星战特别版系列的移动硬盘，正版授权，所以人物形象非常还原。还有 Xbox 和 PlayStation 授权合作的存储扩展卡和移动硬盘，让 Xbox 和 PS 扩容多了一些选择。还有希捷明系列移动固态硬盘，体积小小，非常适合出门携带。还有希捷酷玩520、530系列固态硬盘，从 500G 到 4T， 从裸盘到散热马甲款都有展示。看到这些希捷产品，真想拆回家当背景墙。这次 CG 2023，河马不仅玩到了很多有趣的游戏，还见识到了很多厂家带来的重磅新品。虽然3天逛下来每天都是20000多，但是很过瘾，还没逛够。明年 CG 我还来。